大家好，我是费兰道托利斯，我是一个很喜欢粉红色的男人来的。大家有什么想问呢？欢迎发问。屯门谢埃特就问，平时 Taurus BB 除了踢球之外还会做什么？除了踢球啊，因为我小时候呢还很喜欢玩厨房的，所以我的东西吃都不错的。捻手小菜来讲啊，酸甜排骨啊，酸甜排骨我都挺拿手啊。仲有呢个 J 子高啊！如果有得拣，你要 Elsa 定阿 Sa？Elsa 啦，首呢歌我最中意噶。好，跟住就系左华右扬 ，sorry， 左扬右华。咁叻 E 高定少女的祈祷啊？梗系少女的祈祷啦，唔会俾人话我乸型个嗬。好，跟住寒冰掌 VLF 就问 VLF 定 LMF？ 寒冰掌又推得两件啊嘛，好乸型啊！我意思是有宾州那隻好乸型啊。跟住就是 Magic Card， 知唔知百变小樱魔法神奇谁可阻挡？下一句是什么？看我 Sakura 挥挥魔棒解开诅咒咯。好，跟住就是你个队长，他问复仇者联盟定盗墓迷城啊？我会答low mommy low。由于时间的关系，呢高已经准备好了。